哎，你有打算，你有想去的地方吗？想去哪个国家？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确定的地方，对。这样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对。哇，你在学的话，以为跟他呢，你的点数应该都是自己把文物都给你作为一下，也就对应到道具去打。嗯，有老板他了，最多的哦，你看他就分就分了，他就问不对话，那就你可以慢慢跟他玩不。就是我不是怀孕了吗？最近，所以就想问你一下，有没有那种，就我现在这样子可以做的事情？我觉得你挺不错的。没有啦，谢谢。你也挺漂亮的。你会什么？我吗？嗯。我学的是空乘。空乘。嗯，对。都是美女做的工作。我查了一下，这边是能快速的提高那个英语口语是吗？小红包在五十麦哦。哦，这个是5块钱一个。5块钱一个。啊，对。我听不懂。